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即卖全世界拢一种个现象，就是小资化加上都市化，所以人口拢集中伫个大都市，造成个结果就是偏向人口个外流甲老化愈来愈严重。要安怎让少年人回到偏乡进行地方个经济呢？日本伫个2014年启动地方创新个计划。啊！咱的行政院是将2019年定为台湾的地方创新元年。今仔日节目一开始，咱就为日本到台湾来看偏乡小镇的创新。先来到日本九州的鹿儿岛，这个鹿儿岛的出水池上大的特色，就是由江户时代留落来的武士底住的厝，也个为西伯利亚飞过来的河，都是伫这个所在来休卡。鹿儿岛推动观光，还有一项秘密的武器，就是当地政府发予农家的语言翻译机，这让在地农民会当来打破着语言的限制，接待各国的旅客，创造更加大的商机。咱就做伙来去日本的鹿儿岛，看因的创意甲创新。天多光，就传来到几万只白虎，伫这里讨食，游啊天星。这是日本九州鹿儿岛靠我西马出水时的风景，全世界出名人气赏鸟景点。每年10月到12月，白虎会为西伯利亚飞3000公里，降落伫出水池道东，一直到过两年3月，潜水数量较好的种类是全日本第一。我们从南投来这边看鹤鸟，我们是做上国际保育的课，来观察出水师对鹤鸟的保育，看起来成效是蛮好的。然后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鹤鸟在这边飞起来，感觉蛮好的。一定会蛮吸引的，因为它其实是会先了解说一些鹤鸟相关的知识跟它的政策，还可以实地来探访说这边的鹤鸟的它起飞的现况，或者是它们生存的这个现况。我觉得这还蛮让人家觉得兴奋的。观赏鹤群的飞，变成全球出水池的冬季的风景，期待53000多人，甲台湾宜兰东山乡人口差不多。65岁以上老年人的人口比例有32%。本来以农业为主的老乡村，慢慢啊转型观光产业，吸引小鸟人数来调性。出水池这个观鹤的话，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有名的地方。他今天专程为了拍苏雨鹤，从大丰过来的。白头鹤跟白颈鹤是稀少物种，有很多从欧美过来的观光客，比如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那种观鸟人士，每年来那个出水市来观鸟。日本鹤先生估计，2040年日本将有896个市町村，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地区会因为人口伤少面临消灭的危机。2015年起，出水市政府大力推广地方创新，结合在地资源甲人文特色，介绍好世界各国的游客，农家民俗修理行径变成观光的亮点。Inochi 是生命，然后 Manabu 是学习，生命教育这样。生命意义的。行きましょう。哎，これはボンタンと言います。ボンタン。We call it a ボンタン。啊，文旦君。哦，文旦君。哦，柚子哦。还有应该问阿鲁。当然阿鲁。阿鲁吗？啊，そう。We will eat this in Moon Festival。Oh, so. Yeah, yeah. When we watch moon and eat this and cake. 交流不同款的文化，分享生活经验。阮采访这一天，多有来自台湾暨南大学的学生，做伙走入日本家庭，体验农家乡村的生活。出水池外号是柑仔故乡，伫农体后边农地就种真济无同款品种的柑仔，佮各种的青菜水果拢会使现卖。超酸，超酸，很多籽。我觉得那个应该比较甜的，我们不会特别甜吃。
嗯，这很甜的。You can try it. You can try it now. Try. Shut up. Oh! Ow! This is hard. 在台湾自己有采过吗？嗯，采过辣椒没有？没有采过辣椒。我有采过茶叶。第一次就在日本。好玩吗？好玩，蛮有趣的。七十二岁农家主人带兵期间退休以后，转来到家乡龙二岛不定期接待龙别国际游客。我伫美国吃头路十几年，英语真溜，甲学生互动真好。不过，伊嘛是有一个秘密武器。これは山芋です。这是山药。嗯哼。哦。Yes。山芋。山药长这样。山芋は美味しいです。あのご飯にかけたりして食べます。跟着饭一起。山药好吃，浇在那个米饭上吃。Okay. You got it. Yeah.、Oh. I got it. I like Yamamoto. Okay. 大家的话拢会使直接翻出来，这是出水市政府配合每一个农家的技师沟通，无障碍，彼此的心嘛更加旺。泉だけじゃなくて让来这边的人体验到日本的传统文化。为什么说传统文化呢？因为像这种乡下地方的话，是保存好日本文化最好的地方。出水市的话，其实年轻人比较少，所以很少那种生气。然后最近因为那个 homestay 的话，来这边的年轻人多了很多，不仅是为他自己带来健康，也为整个城市带来健康。OK。今天的晚餐，麻烦你煮啦。帮工喊哦，斯库里马秀。走进日本家庭一起做料理，究竟他们晚餐做些什么呢？像大平家就有关东煮，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大阪烧。所以同学们，你们知道大阪烧日文怎么说 ？Okonomiyaki。那你们是在日本第一次体验的吗？对。有什么心得跟大家分享？好玩，好玩，好吃，很厉害。没吃，没吃。那你做的？这是做好的。好的。Kasan。Hi。Are they good？ Eat very good。多半等个青菜，经过女主人这个真好的手艺，变成好滋味的暗顿。人客嘛，做动手做日式的料理，甲一般游客青菜看看咧，观光行程不同款，甲当地农家做交流，更加在产生不同文化的效应。阿水，我咧阿水，呼！哇，香草鸡耶！以我在台湾住民宿的经验，它其实会比较像饭店旅馆，可是这里的 homestay 是就是。你真的会跟主人家有互动，然后就好像真的他们家一份子。这边的老人他们的想法比较，我觉得比较国际，他们会觉得说，就是小孩长大了，就是让他放心的去外地工作。我今天参加了这个农活，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个力气再出国，可是我们可以，我们不能自己出去外面看。看文化，可是我们可以把文化带进我们自己家。最开始弄这个 farmstay 的话是没有什么外国人过来，然后现在因为加大力度之后，以一传十这种感觉，现在是一年有500多家那个外国人过来，就是为了这个 farmstay 来出水市。古典的日式庭园内面，欣赏已经变红色的盆仔叶，描述回到400年前的江户时代。较早武士大的出自了武家奥夫郡，1995年被选为日本重要的历史保存区，其中55座的建筑超过100年历史。这边的话，主要跟其他日本地区的日本传统文化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是这片区域都是武士传统的武士家庭，所以他们的茶道，然后包括那个琴道，都是有武士家族特色的日本传统文化。Posture changes, even though you stand differently. Definitely, it's really wonderful. These fabrics are so very exquisite and.Beautiful and colorful, and I love all the gold in all these. 也想要穿着和服在五家宅邸体验在地文化吗？这里就有各式花色的和服让你挑选。接下来还有专门的老师为你着装。
穿好好体验地道食糖仔饼、古朴悠扬的日本琴声，更加显示出悠扬古典的气氛。开放的三间舞室的主体内面，要日剧、刀剧、拍片的地点，这观光古车沉醉伫个出水池独有的怀古风情甲人文风味。结束了，阁再将和服扎登去做纪念。主办这个活动之后，主要是吸引了大很多外国人过来，然后他们都是想体验这个和服的活动。跟以前比的话，就是整体来讲观光客多了很多，是两成到三成左右。鸡巴伫铁板顶面增加比标球，拼起来够香。出水市的地方创新毛美新，当地鸡巴的产量是全日本第二的。政府甲餐厅的业者共同开发在地食材，让游客享受到平民版的顶级美新。库隆国都这家店的话，是为了振兴当地的观光业。鸡肉的话是本地产的，然后新开发出来的那个菜单。林创新提悬装卡收店的灵敏度。提振地方经济，出水市的观光人次为2014年到2015年就增加30000人，参加农票的家庭嘛成长了5倍，在地活化了后，一伙人间接得到照顾，解决高龄化甲人口外流的危机。再见再见。地方创生的最基本的概念的话，第一是停止地方的人口减少。如果政府的那个财政破产的话，就导致一些公共的基础设施方面没办法给居民提供一个好的生活环境，然后最终导致的话，在这里想要定居在这里的人口会越来越少，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通过观光增加交流人口，可以为更多年轻人提供一些工作就业机会，一小步一小步，然后最终可以让他们能够想要在鹿儿岛定居。友善生态好好运，流连过冬，百年古城和游客留下感动的回忆。鹿儿岛卡霍斯麦偏乡小镇正行伫高龄少子化危机的坎坷之路，但无伫遮人依然打拼要突围，发挥在地价值，各方民间串联合作，期待找回小镇活力。